佳作，得奖的是 Honorable Mention goes to 戴怡菲，密集灵魂。戴怡菲 Concentrated Spirit。我取材自日本新宿车站的一个转乘区，各式各样的人从我眼前经过，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那一天是日本东京非常有名的涉谷万圣节派对，所以那天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人来到这个车站，可能是刚下班的上班族，但也有很多是要去参加派对的年轻人。那他们有自己的各种原因，然后在这个时间地点这个舞台上同时出现。那我觉得这种很命运的很瞬间的东西是我一直都很想要记录下来的，所以我当下就用我的速写还有影片来记录了这个经历，然后再回到工作室用平板的表现方式来把这个瞬间留下来。那我在创作平板的时候其实是不做草稿的，我会拿着笔然后去回想那些我看到的动态，然后就很直觉性的让我的线条直接画在板子上。那他以创作的时候呢，是以这个东京的这些车站啊，比如说新宿区啊、新宿的这些车站的来往的人流，那然后在眼睛里面所残留下来一个残影，那然后变化的一个人类活动的一个记录，一个非常难得的作品。